acceptance set. Oh, 就是哪些投资方案是可以被接受的？最简单的想法就是，我们当然希望你的风险不要太高。那哪些投资方案是可以被接受的？好，这个跟一般我们谈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一期没有谈到所谓的expected utility optimization 啊，就是说一般来讲在财务上，好，最重要的一个看法是说怎么样让你的投平均获利到达最高。好，那在这一章risk measure 这边。好的想法是说，你怎么样让你的风险降到一个你可以接受的程度？好，这两个事实上不是相抵触的概念。通常的想法就是说你把你的风险降低，好，就降到一个可允许的地步，那你怎么样去看它的最佳投资方案？好 ，OK， 那这个 acceptance set 是定法上很简单的、啊，就是你怎样的投资方案是你可以接受的。好，那我一开始也讲了，这一章事实上是非常的数学，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从由财务数学家所做出来的，所以实用性来讲。在某些程度上，有的东西的实用性就没那么高。OK， 那不过我们这边只是可以看一下有这样的东西，那只要知道一下就好了啦。一个 monetary risk measure， RO。我们可以用一个 row 呢定义出一个集合出来，好，那这个集合长什么样子？这个集合 A， 好，有 row 定义出个集合 A， 那这个 A 呢就是全部的 financial position X， 使得呢。它的 risk measure 的值 ，row of x 的值，什么叫做可以接受的？可以接受的话，就代表它是小于零的，它的风险值小于等于零。你可以想一下，如果 row 它是 row of 零等于零的话，那就是零那点是可以被接受的，就是你不投资上是可以接受的。这应该算是蛮直觉的概念吧。不投资就是说你没赚没赔嘛。好，那怎么样投资可以接受？就是说你这个风险值呢，算出来要小一点。啊，大一点的话，他就认为你风险太高。好，那我必须讲这个东西小于等于零，有时候会有些争议的、啊。那最简单的想法是说，你这样可以把它想的小于等于 c 就好了。好，小于等于某个定数。那可是我们也说过，你像 risk measure 可以平移嘛 ，row of 零不一定要等于零啊。对，它做平移的时候，那你就无论如何你把 row 做平移就好，那你这边后面就把它改成小于等于零就好，这是一样的东西，一样的想法，就是你只要什么叫做哪一个投资方案是可以被接受，就是说它的风险值上小于等于零。好 ，OK， 这个 A row 呢？我们把它称为 row 的 acceptance set。好，在 A 在 row 这个集合，row 这个风险测度底下可以被接受的集合，可以被接受的 financial position。
你说过，我刚刚讲，你这个东西小一点，你先小一点 c 也可以。好，那、啊、小一点 c， 啊，你把减掉 c 变成小一点零，是不是一样？我们说过这个东西可以做平移，就无所谓了。好，所以我们现在定一个什么叫 acceptance set 啊，就是给你一个risk measure， 那这个 risk measure 对这个 risk measure 的而言呢，它可以被接受的投资方案。那这一节事实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想要看看 A low 跟 low 之间的关系，就是给你一个 risk measure， 你事实上是不是可以找到 acceptance set A low？ 啊，反过来呢？如果某个投资方案所形成的集合是你认为一个投资方案所形成的集合是可以被接受的，那事实上是不是会对应一个风险测度？像这是这节要讲的。这节要讲的东西基本上很简单，好，就是 acceptance set 跟 risk measure 之间的关系就对了。那而且我们想要看的是，我们之前定了三种不同的 risk measure，对不对？或者你把它想成两种也可以啊，complex risk measure 跟 coherent risk measure。好，那我们这边想知道的是，complex risk measure 跟 coherent risk measure 它所对应的 acceptance set 会长什么样子？它是不是会有个特别的形状出来？那我们现在可以看的是说，如果 low 呢，它是一个 risk measure，monetary measure of risk。这个定理写完。第一个结果很简单，就是我们说给你个 low，你可以得到 A low，反过来给你个 A。这个由这个 A low，我们一样可以把原来那个 low 造出来。那原来这个 low 的造法是很简单，就是最小的这个 m 呢，使得 x 加 m 落在 A 里面。好，这个性质我们，这个定理我们下礼拜后再谈一次。好，最后下次吧，先把它写下来。好，第二个 low 如果是一个 Convex risk measure 的话，若取为若，这个集合 A 它是 convex，这个也是检验 convex risk measure 的一个办法啊，你就看它这个集合 A 长什么样子。好，第三个 low 如果是个 coherent risk measure 呢？若取为若，我们的这个 A 呢，它是一个 convex cone。好，那什么是 convex cone？我们下礼拜再解释。好，就说这个东西是检验一个 risk measure 是 convex 或 coherent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你看它的 acceptance set 长什么样子。那这个定理我们下礼拜再解释一下，我再举一些例子关于这个方面的。好，就是说假设 low 呢是一个 risk measure，
好 ，acceptance set 呢？好，是 A。好 ，load acceptance set 是 A， 那或者说你要把它写 A load 也可以啦，是一样的。好，我们用 A 来表示 ，load acceptance set 是 A。好，那第一件事情，好，就是我们这边是说 load， 你可以利用 load 来造出 A。可是反过来，你用这个 A， 你也可以造出这个 load 出来。好，就说由它的 load acceptance set A 呢，你也可以用 A 造出 load 出来。好，就是 load 呢，可以用 A 造出来。好 ，load of x。这样可以把它定成最小的 m 呢，使得 m 加 x 落在 A 里面。好，那你可以发觉这个式子事实上很眼熟，它很像 variable risk 那个定义。它的意思是说什么？你需要的最少的资产，使得你这个资产加下去 x 以后呢，它会变成是可接受的。对不对？你这个资产投入以后，会使得你的总财产变为可接受的。好，那想法实际上就变成这样子而已。好，那再来 ，row 它是 convex， 好 ，row 是 convex with measure， 弱且为弱，这个 A 它就是 convex。好，我想你们知道 convex 是什么意思了嘛？好，所以我这边就不解释了。第二个，那再来第三个 ，row 它是一个 coherent risk measure， 弱且为弱 ，A 它是一个 convex cone。我等一下再解释什么叫 convex cone。好 ，convex cone 本来是在 appendix 里面该介绍的，不过我们这一集来不及，我们就下一集再介绍。好，我顺便大家提一下什么是，我等一下会大家提一下什么是 convex cone。好，这两个定理，这两个结果还蛮有用的哈，尤其在我们后面再谈到。好，我们这边是说给你一个 row， 你可以找到一个 A， 对不对？我后面会讲，给你一个 A， 我们可以造出一个 row 出来。好，跟这个还是有点不太一样。这边第一个就是说，给你个 row， 你可以造 A， 然后再有 A 呢，这个东西可以造 row 出来。好，那后来我们会谈到一个不一样的东西，说直接给你个 A， 那 A 要满足哪些性质呢？它事实上可以造出一个 row 出来，可以造 risk measure 出来。好，那这个为什么要这样看？你实际上可以这样想，因为有时候你要造个 risk measure 不是那么简单。那尤其 risk measure 很多种，那一种看法是说，你先看看哪些集合是你可以接受的，由你可以接受的那个集合去造一个 risk measure 出来。那这是为什么有时候会先有 A 才有 row？ 好，那这边是先有 row 才有 A， 所以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那就是 A 要满足哪些性质，这个 row 好、哦、才会有一些特性，比如说它是 convex risk measure 和 coherent risk measure。好，那什么是 convex set？ 我想这不是问题啦。好，那现在的问题是，你可以想一下，假设 R2， 好，我们说过这个集合如果它有 normalized 的性质的话，零奈点是不是要在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至少知道零要在里面。A 这个集合的话，零要在里面。什么叫 convex？convex 是不是说你随便画条线，随便找两点，两点中间的值都要在里面。所以事实上，它可以是这个样子，对不对？
它是不是 convex？ 或者说，哦，画各种不同的 convex 形状出来好了，它可以是这个样子。好，而是当然就是说，你有不同的 risk measure， 你就有不同的 A， 或者说你有不同的 A， 你可以造出不同的 risk measure 出来。好 ，OK， 那 convex 我想对你们来讲比较没那么大的问题，因为 convex set 这个东西你们大部分都学过了。convex 控是什么意思？好 ，convex 控，这个的想法很简单，所谓的 convex 控，就是说如果你有某一点落在里面的话，你有某一点落在里面的话，你那点延伸出去那条线都在里面。最简单的想法就是那点延出去的那条线全部在里面。好，例如说这个，它就会是个 convex cone。这个不是 convex cone， 为什么？你这点延伸出去的线，它是让我跑到外面去，对不对？跑到这个集合外面去了。控的重要含义是说，这一点延伸出去的整条线都在里面。好，那这个东西叫 convex cone。好 ，OK， 那这边哦，从六次站以后，我大概就不证明了，我大概跟你讲一下结果而已，因为这个这个结果。我必须讲这个东西有点新，好，然后在目前在使用上的价值好像没有那么高，好，那只不过在财务数据的范围之内，那所以说大概就提一下，你再知道一下就好了。好，证明我就不讲了，证明大概课本上都有。好，考虑Worst case， 好 ，Rho max， 这个我们上礼拜谈过了嘛。好，它的 acceptance set 长什么样子？它的 acceptance set 是所有的 x， 使得呢 rho max of x 呢要小于零，对吧？那 rho max 是什么 ？rho max 是不是负的 inf x？对的，那负号两边同时乘上负号，是不是大于等于？就表示最小的 x 还要大于等于零，那是不是代表 x 整个要大于等于零？对所有的 omega。对吧？所以它的 acceptance set 实际上长这个样子，那你看一下这个集合，这个集合是不是 convex， 对不对？应该没有问题吧？这个集合是 convex， 任何两个，比如说 x 整个大于零 ，y 整个大于零 ，lambda x 加上一减 lambda y， 是不是也整个一定大于等于零？所以它一定 convex， 它是不是 convex cone？ 也是嘛，你给你任何的 x。x 乘上 c 倍 ，c 只要大于零 ，cx 是不是也一定大于等于零？
对，它当然是一个 convex cone。代表什么 ？Low max， 它是一个 coherent risk measure。好，所以要检验，为什么要看看这个acceptance set A 呢？它是 convex 还是 convex cone？ 这个东西事实上它是检验 low 是 convex 还是 convex risk measure 还是 coherent risk measure 另外一个办法。因为你还记得吧？我们有时候检验这两个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好，那这边是提供另外一个方法给你们看，说这个东西到底它是不是 convex set？ 好，就是说这个东西会不会是 convex risk measure？ 假设 A 是非空的。好，这边看看这个反方向。好。我们刚刚的 proposition 是9的反方向，就是如果我们现在不是给你 row， 而是给你一个集合 A 的话，我们有没有办法直接从 A 造一个 risk measure 出来？好，那你如果随便给你一个集合 A， 它事实上不一定会可以造个 risk measure 出来。A 必须当然满 ，A 当然一定要满足某一些条件嘛，对不对？不然随便可以集合，你都可以造出 risk measure， 那是 A 好像就条件太广了吧？好，所以A 呢，首先它必须是非空的嘛。好，那满足呢底下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事实上看起来都蛮自然的。好，满足两个非常自然的条件，第一个。最小的资本使得 m 加 x， 哦，使得 m 落在 A 里面，应该这样写了。好，它必须大于负无穷大。最小的 m 使得 m 落在 A， 就是 A 里面的最小的 m，A 这个集合里面最小 m 要大于负无穷大。好，第二个，x 落在 A 里面，啊，为什么会有第一个条件？你可以想一下 ，acceptance 在讲什么？某一种投资方案是你可以接受的，对不对？如果它等于负无穷大，代表什么？是不是这个投资方案你100%？会赔付无穷大这么多钱啊？如果这个东西都可以接受的话，这应该是非常不合理吧？对吧？所以它一个很合理的假设就是说，你事实上不接受你赔无穷大这么多钱。好，第二个是说 x 落在 a，y 落在 x。好 ，x 是你可以接受的 ，y 呢是某一个 financial position， 而且。Y 这个 financial position 呢，它赚的钱比 X 来的多。好，那很显然，如果这样子的话，你想想看，如果 X 是你可以接受了 ，Y 呢这个 financial position 赚的钱比 X 来的多，那 Y 你是不是一定要可以接受？对吧？就很自然的假设嘛。Y 呢一定要落在 A 里面。你可以把 A 想成说某一种投资策略是你可以接受的，好，它虽然是 financial position 所形成的集合，可是你把它想成投资策略的样子，就是这种投资策略赚的钱，赚了这么多钱是你可以接受的，
好、哦，那一种赚的钱呢？第一个是赚的钱呢？你这 M 落在 A 代表什么？你赚那么多钱是你可以接受，就是你赚这么 constant 多这么多的钱是你可以接受的，无论情况怎么样，你都赚五块钱或一定赚十块钱，那、啊、这是你可以接受的。第一个是说无论怎么样，好、哦，输掉无穷大这么多钱是不可以接受的。这样想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吧？好，第二个是说，啊，如果有一种赚钱方法是你接受的，另外一种赚钱方法如果赚的比 x 这个赚钱方法来的多的话，那你当然你 y 这个赚钱方法也是可以接受的。啊，如果它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话，好，那我们就可以定一个 rho x 出来。Rho A， 好，定义成这个样。好，你可以发现这边几个定法都很像。Rho A 是最小的 M 呢，使得 M 加上 X 落在 A 里面。这个是 Rho A， 你可以发现跟这个是一样的。注意一下 Proposition 19跟 Proposition 21不一样的地方，它们不一样的地方是出发点的不一样。Proposition 19讲的是说先给你 Rho 去造出个 A 出来，对不对？ Proposition 21跟你讲的是先给你个 A， 你利用这个 A 怎么去造个 Risk Measure 出来。好，那当然就是说，不是所有的随便给你记的 A 都可以造出个 risk measure， 你必须要满足某些条件，啊，它的条件就 star 这两个。如果它满足 star 这两个条件的话 ，rho A 这样定法，好，那rho A 呢就会有底下的性质。把写到旁边好了，好，可以稍微做一下比较。第一个 ，rho A 呢，它是个 risk measure， 第二个，什么时候这个 rho A 会是？convex， 就说如果我们给定的这个解 A 是 convex 的话，那么这个 rho A 呢就会是 convex risk measure。如果我们给定的这个 rho A 呢是一个 convex 控的话，那么这个 rho A 就会是个 coherent risk measure。你可以拿这个结果呢，跟刚刚的 proposition 19稍微比较一下，你可以发觉非常像，尤其2跟3几乎是一模一样，对不对？好、哦，那我再提醒一下， 19跟21最大的不一样是出发点的不一样，一个是从 low 出发的，一个从 A 出发的，好、哦，所以这两个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好、哦、，OK， 那我们看个例子。
考虑一个 utility function。U， 好，我们考虑一个 utility function U。好，utility function， 我们在这一章一开始稍微提了一下嘛，对不对？你就把 utility function 想成一个 concave function 就好 ，concave increasing function。好，那 c 是 constant。好，然后还有一个 probability measure Q。好，我们定一个集合。好 ，S 所有的 financial position 使得呢，U of X。它的期望值对 Q 的期望值呢？好，它的 expected utility 会大于等于 U of C。这个集合我们把它定成 A。好，那这边稍微注意的一点是，risk measure。不一定要通过原点嘛，我们那时候只是为了方便起见，我刚刚用原点来讲，像 risk measure 不用通过原点，你把它做一下平移就可以了。好，所以呢 convex cone 都可以做一下平移就好。好，那A 呢？好，它是一个这样定的这个集 A。好，我们把这个集 A 当做 acceptance set。好，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集合呢，当作在你投资的时候你可以允许的情况。好，就是我们先给你一个 A， 那利用这个，我们这边想利用这个 A 呢，去造出一个 row 出来。好，那我们让 A 长这个样子。首先 ，A 这个集合，它是一定满足 star。为什么？你可以想一下 ，star 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它是 constant 的话，它最小的 constant 是要大于负无穷大。最小的 constant x 使得这个期望值大概等于 U of C 的最小 constant 多少 ？x 要等于多少？所以要等于 C。最小的定数，这边 x 是 random variable， 可是你注意一下 star 里面的第一个条件是说要求 m 要是实数 ，m 是个定数，哪一个定数啊？你想看 x 如果是定数的话，那是期望值有没有期望值是不是都一样 ？U of m 大于等于 U of C。最小的那个 m， 那 m 会多少？是要等于 c， 所以它当然满足第一个条件嘛。第二个条件是说，你想想看 ，x 如果满足这个式子的话 ，y 又比 x 来的大，那 y 的期望值是要比 x 的 y 的 expected utility 是要比 x expected utility 来的大，所以当 y x 如果属于 a 的话 ，y 也会属于 a， 那第二个条件也对，所以事实上 a 事实上同时我满足刚刚那两个条件，好。那再来呢？如果 x、y 同时都在 A 里面，好 ，lambda 落在01里面，好，我们看一下这个。U of lambda x 加上一减 lambda y。想一下 ，concave function 有什么性质
庞克 function 是不是这个值带进去要大于等于它的线性组合？所以那是大于等于 lambda u of x 加上一减 lambda u of y， 对不对？这是因为 u 是 concave。好，我这边谈的 utility function 都是 concave。好，上线性就可以了。那所以你利用期望值是线性的性质，对吧？是期望值的性质而已啊。好，那X 跟 Y 都落在这个集合，所以这两个是不是大于 U of C？ 是不是 Lambda U of C 加上一减 Lambda U of C？ 所以我们现在是可以得到 Lambda X 加上一减 Lambda Y 也会落在 A 里面。那这是不是讲 A 是 convex？ 好，所以呢？我们利用 A 这个集合，是不是可以造出一个 Riggs measure 出来？那造出来那个 Riggs measure 就会是 convex Riggs measure。好，所以这边是提供另外一个造 convex 造 Riggs measure 的办法。好，这边提供另外一个造 convex Riggs measure 的办法。好，那我们再看个例子。好，我们考虑一个几率空间。我们搞 FP。好，然后我们有一个 one period model。好，利率是零。好，那你现在看某一种投资方案，好，那它现在是这样子，时间零的时候呢？时间一 ，OK。时间一的时候呢，它的价值是 S hat。好，那 S hat 是可积是平方可积的。好 ，S hat 是某一种 random variable 平方可积。好，然后 variance 不等于零。它时间一零的时候，价格是 pi of x hat。好 ，x hat 是某一种，你把它想成某一种股票也可以啦，某一张股票，好不好？那这张股票呢，它的 variance L2 你搞什么是什么？先搞不清楚的话，先不要看。这张股票它事实上 variance 是不等于零的，其实它稍微有波动嘛。好 ，variance 不等于就很简单，就代表它事实上不是只有一个值。什么时候是 variance 等于零？最简单的直觉想法，什么时候是 variance 等于零 ？variance 是什么？这个是，我想应该是蛮直觉的结果啊，是不是跟这几率里面蛮直觉的结果 ？variance 是不是 x 根据定义 x 减掉 x 的期望值的平方？的期望值，对不对？这是定义，或者你把它拆开来以后，
它是变成 x 的平方的期望值，减掉x 的期望值的平方，对吧？首先你先想看看 variance 什么时候会等于零。variance 等于零代表什么？就代表这个要是零。不要看底下，看这个。对吧？这个是零，跟你讲什么？注意哦，它是平方哦，所以这个值一定大于等于零。期望值要是零，代表呢，里面这东西是不是应该要是零 ？Almost everywhere 是零 ，Almost everywhere 是代表 x 要等于 x 的期望值，几乎 x 都要等于 x 的期望值，这代表 x 几乎是 constant， 对吧？好，所以 variance 是。mean 通常是代表我们这跟我们之前谈过的是一样的 ，mean 通常代表的是什么 ？mean 通常代表是它的获利的平均 ，variance 代表是它获利的波动度。好，想的波动度也可以，就是说或者想的风险也可以。好，那它这边假设就是它 variance 不等于零，也就是说这个 x hat 事实上它不是定数，它有可能会有两三个值以上。两三种不同可能的几率值，好，那 x 的 discounting net worth 呢？多少？它获利多少？一个 financial position x 嘛，它的获利多少？它获利很简单嘛，就是时间一的时候它的价格减掉时间零的时候的价格嘛，就是 x hat 减掉 pi x hat， 它获利是这么大。好。底下定一个，好，可以有人有看过 Sharpe ratio， 好，我们之前谈过，我们这一开始就谈过，我们做投资希望的是获利越高，风险越小越好。对吧？那也就是说，它跟 mean 是成正比，跟 variance 要成反比。那最简单的想象成正比跟反比是什么？正比啊，就是乘个常数嘛，啊，反比就是取导数嘛，对吧？那 Sharpe ratio 事实上讲的就是说 ，x 的 mean 除上它的 variance。我们希望这个值越大越好，对吧？这个值越大越好，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命越大嘛，一个是 variance 越小嘛。命越大通常就代表它的平均获利越高 ，variance 越小代表它风险越小。好，所以这个东西叫 Sharpe ratio。好，这个 Sharpe ratio 呢，我们可以算出来嘛，把上面那个带进去。这数变成 x hat 的期望值减掉 pi of x hat 除上 x 的 variance 多大？啊，抱歉，讲错了，它除上 standard deviation， 除上标准差，不是除上 variance。好，
标准差多大 ？x 跟 x hat variance 是不是应该是一样的？为什么？这是定数啊。定数的话，你加减一个定数，事实上不影响它 variance 的大小，所以 x 的 variance 跟 x hat 的 variance 是一样的，也就是说 x 的标准差跟 x hat 的标准差是一样的。好，那我们现在假设。某一个投资组合呢，它是 acceptable， 哦，可被接受的，代表说它的 Sharpe ratio 大于等于某一个 constant。哦，你记得 proposition 21的实用性比 proposition 19来的大。proposition 21是说，给你一个集合。我认为这个集合是 acceptance， 然后由这个东西造个 risk measure 出来。好，那 proposition 19是说先有一个 risk measure， 然后去看它 acceptance set。可是，一般来讲，大部分的情况是我们会先有个 idea， 什么是 acceptance set， 哪一种投资组合方案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我们一开始事实上可能没有这个 risk measure 在。一开始我们只能说哪一种投资方案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好，那像刚刚的例题的第一部分，我们说它的这个投资组合方案是可以接受的，代表是说它的 expected utility 会大于等于某一个 U of C。好，那这边这个例题就是说，我们要定一个集一个投资组合说是可以接受的，就是这个 Sharpe ratio 要大于等于某一个 constant。所以我们假设呢，某一个 financial position 呢 ，x 是 acceptable， 如果呢，好，这个 Sharpe ratio 呢？Was bounded from below. 好，也就是说，我们定义 A of C 呢，是所有的 financial。Position X， 好 ，X 除了 L2 代表是平方可积的，它平方以后是可以积分的。好 ，E of X 除上 就是这个值呢，这个值嘛，对不对？大于零，大于 C 啊，大于 C 啊。好，这个叫做 acceptable。大于等于 C 倍的 sigma of x。也就是说，你的平均获利要大于等于你的 variance， 你的风险乘上 C 倍，standard deviation 啊，抱歉，不是风险，好 ，standard deviation 乘上 C 倍，就是我们假设这个东西是 acceptable， 假设这个集合 A
AC 量定是 acceptable。 好，那底下呢我们要讲说 AC 这个集合，事实上你有 AC 这个集合，可是你没有办法造出 risk measure， 原因是因为它不满足 STAR 那两个条件。好，等一下我们继续再谈，休息一下吧。事实上呢，我们可以证明 AC 它是个 convex cone。好，你看花点时间证明这个没有那么快。好 ，AC 事实上是 convex cone。好，可是呢，好，注意一下 AC 这个集合不满足 STAR。记得吧 ，star 那两个式子 ，AC 不满足 star，AC 不满足 star 哪一个？第二个，第二个会出现一些问题。第二个是说什么？如果 x 落在 a，y 比 x 来的大，那 y 一定要落在 a 里面。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有可能一种情况是 x 会落在 x，y 比 x 来的大。可是 y 的 variance 会比 x 的 variance 大很多，那是有可能的嘛，对不对？你可以想一下 ，y 可能比 x 来的大，所以它命比 x 应该大，可它 variance 跑得更快。那这就有可能说 x 大于等于 c， 可是 y 的 y 的这个 sharp ratio 实际上有可能变小于 c，y 就不落在它里面。所以很显然，这个东西它实际上不满足 star。好，所以 a 不满足 star， 那我们事实上可以检验这个函数呢。好 ，low c 这个函数，好，根据定义来讲是 m， 好 ，m 加 x， 或者在 ac 里面，好的最小这个 m。这个稍微经过改写一下，我们可以变成这样子。好，看一下 m 加上 x 落在 AC 里面，是 m 加 x 要带入这个式子，所以 m 加 x 的期望值呢，要大于等于 sigma 乘上，好 c 乘上 sigma of m 加 x。好，那 m 的期望值还是 m 嘛，好，虽然这是 x 的期望值， m 加 x 的 variance 还是 x 的 variance， 所以这个式子稍微改写一下，你可以得到这个东西呢是 m 大于等于负的 x 的期望值加上c 倍 x 的 standard deviation， 啊，最小的这个 m 很简单嘛，很显然嘛，就是负的 x 的期望值。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 risk measure， 原因是因为 y 比 x 大的话， y 的这个值不一定会比 x 这个值来的小。好，因为这边会出问题。好，所以这个 low c 不是一个 risk measure。
就是说因为 star 不满足，所以一样用这方法定个 ROC 出来，这就变成不是 risk measure。好，所以 star 那两个式子很重要。好 ，A 必须满足那两个式子，你造出来那个 RO 才会是风险测度。你如果 A 那个式子不满足 star 那两个式子的话，同时满足 star 那两个式子的话，你造出来 RO 就有可能不是风险测度。好。